哎，你各位好，欢迎收看铁牛跟挺挺的频道啊！今天这一集炸鸡饕客很厉害啊，在开车经过的时候，我就一直看到一串字，一直吸引我。在地的你知道吗？你知道这件事吗？我好像有来吃过，但我没吃炸鸡，我吃意大利面。那这个鸡交给我啊，我给各位看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。来，天母最好吃的炸鸡。讲天母最好吃的炸鸡，我不知道，那我就来吃吃看。婚礼还是天母女婿？对，我刚想说，哎，天母女婿，我可以当天母人了吗？好，来点。这个是天母最好吃的炸鸡，它有3、6、9、12块。然后跟婷婷还点吃，还想吃点别的，我来点个3块试试看。哎，还有披萨耶！哎，这家店我怎么那么晚才发现啊？还有意大利面。哎，内用在地下室，还儿童游戏区，有，等一下下去见真章，先点。哎，这是有发现什么吗？没有，老板有上炸鸡。老板一定也是非常爱吃炸鸡跟披萨，一定是。哇，这很棒哎，这个哦，高仪，台湾龙卷风。对，可以带生品来。哦，哎，小厨师哎，好哎，那我先说好，如果不是老板，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来哦。嗯。台湾那边戴过牙套，会不会有个后遗症，就是一定要用牙线棒？牙套之后，我好像之后就不能吃。那牙线呢？不要牙线棒，牙线呢？不太会用牙线、啊。所以你是牙线棒型的。我一天没用，我就会浑身不对劲。哦，我以为是别的呢。你说一天没用不对劲？对啊。我一天用3、4次。什么？用牙线棒、啊。好美哦！哎、欸，他说铁盘会烫吗？会，因为这都是钢琴的。哎、欸，真的真的会烫。对，这样摸就会烫。哇！哇！哦，没事。刚出炉的，笑了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它没有很咸。它没有很咸。嗯。所以你本来怕它 cheese 咸咸，对，或调味比较重，可是它可以。哇！喜欢吗？那个胶船刚录进去了，好来，试一下。嗯，那我这样说的，不会很咸，去脂味有保留，但去脂味还在，好，好弹牙哦，但很弹牙。很久没有吃到，就当初你很烫的披萨。嗯，我们披萨很多人都是吃冷的，也不冷的，就是外送什么的，吃到都不是很烫。哦，如果盛平去幼稚园，然后有的时候要我等他，对不对？我就来这里等。番茄我们也试试看。嗯，烤过了，番茄的一种那种腥味已经消失了。哇，哎、欸，是给你基友的吗？是吗？抓着啦，他给这个纸巾炸鸡用啊，这个纸巾是给我们这样子抓着啦、啊，这样子啦。好烫啊！对，哇，哎，这个油很赞呢，闻起来它的油的味道很赞，应该是炸了非常多的鸡腿，它已经把鸡的精华都跟油合在一起了。我们先来试它第一口，它皮外看就是脆的，它的面衣五啊。这个真的是烫到拿不起来，各位，肉非常的嫩，很多汁很多水，而且面衣脆到不行。哇，刚肉我嘴巴咬开的时候，它有一块分汁上来，它既有做一点简单的调味。可是它没有像那种肯德基那种整个腌在里面，所以还是要加粉。我请我的老婆帮我开一下粉。好的，谢谢。
啊，哎，太多，太多了，可是可以，你加的我全接受，我先加了一口。宝贝各位，宝贝各位，跟谁宝贝啊？谁所有喜欢吃炸鸡的，宝贝各位，一定要加粉。粉里面那种甜甜的味道，会跟它鸡肉的味道合在一起，会越吃越刷嘴。哇，那皮好脆，好喜欢啊！好久没吃到这种。哦，你好，巧克力披萨。哎，谢谢。谢谢，好吗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哇，我要吃到饭后甜点。对，对，他要吃巧克力披萨，谢谢老板，谢谢，老板，谢谢你。你的炸鸡很棒，它的烟到现在没有冒停过。那我很少看到那么圆润的鸡腿。我上次吃到这个是在我们去台南，台南吃的那个炸鸡，这个跟台南那个有的打。天母最好吃的炸鸡，我觉得可以。老板应该对他自己的炸鸡很有信心。我相信。我相信，可以啊。来了，水牌。哇，部位很好，我受不了，我先剥给大家看。水牌，天母最好吃的炸鸡，我觉得实至名归。实至名归。那我不吃炸物，我这边闻都觉得好。水分之多比鸡腿还多，大腿那个腔骨的水一直在滴，哇，真的呀，一直滴，它滴了好几次，很幸福。谢谢，我觉得一个月可以来吃一次，就是也为了自己的健康，我一个月吃一次。会亲一下，在楼上点餐，我跟婷婷发现了那个很特别的巧克力口味。老板他们烤了一片，说给我们尝尝味道。他说是饭后甜点。饭后甜点，谢谢老板。巧克力披萨，我们试试看。它没意外应该是甜，可是应该有甜咸甜咸的概念。感觉好爽啊，有点像吃比较硬一点的红豆馅饼。嗯，我也觉得它长得很像红豆馅饼。然后里面的馅全部都换成巧克力，因为它薄薄的，不会很多，可是真的巧克力比较甜，它其实咸刚好会把那个甜的腻感稍微给压掉。是有罪恶感，感觉很高热量，非常重的 heavy 感。就是感觉好像那个巧克力一个饼皮，然后又放炸鸡皮，然后再放 cheese， 然后再直接拿进去烤，因为我觉得它热量应该超高，极致高，应该是，就是跟鸡皮有得打的感觉，吃光。挂不？好，吃完了，我们在大披萨这边做个结束，这边小厨具都在这里。结尾的时候让大家看一下，你看还有小椅子，大家可以在这边当用他的客人，然后我会请我们的盛品煮菜给我吃，我会坐在旁边。OK， 这个天母最好吃的炸鸡，我好喜欢，我应该会再来个好几次，就一个月来一次。你说，那你一个月来一次太少。不好意思，没
讲好听，您最近太爱开车了。如果有喜欢的可以来吃，叫 Pino Pizza， 红色的招牌，你就看到那个门口有一家天母最好吃的炸鸡，就是这家。那我觉得披萨好吃。我觉得你好吃啊。